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制作背景颜色渐变视频。首先打开剪映，我们先导入一段素材，然后我们先添加一个音乐，我这里选择是纯音乐里面的 Beautiful and Inspiring Piano。 在一开始，我们要在视频的开头打上一个关键帧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将视频添加一个滤镜，我这里会选择黑白里面的墨片，然后强度是 100%。当我们往后拉的时候，再把滤镜的强度调低一点，然后还会自动形成一个关键帧。然后我们再往后拉，再把视频的滤镜强度调低，这样，然后再把最后把它调成零，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回到一开头，我们要新增一个画中画。再新增一个视频，将它缩放成跟原本一样的大小，好利用底下的智能抠像来将画面中人物抠出来，这样，然后我们再把多余的音乐剪掉，切割删除，然后再做淡出的效果，这样就好了。大家都学会了吗？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结束咯，谢谢大家。